你放开我！不要离开我！不要离开我！不要走！不要走！不要走！我知道了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 君殿下，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，难受了吧？我今天给你准备的这些早点，你吃点儿，吃了就不难受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没想怎么样啊。你确定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怕你难受。 想服侍服侍你吗？哦，对了，那生日礼物，君殿下，这个，嘿。 青天瓶，原本我打算将它给你的。哎，真的吗？假的。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想要吗？那就算了吧。哎，别啊！你不是答应我要考上军武学院吗？考上了再说吧。骗子。